民国109年1月2日，一个让人痛心的日子。悲难以吞咽，痛难以抚平。心中满满的不舍与哀伤，也难以言语表达，只能深深地想念您们。那天，沈总长109年的第一个任务是率队前往宜兰东澳岭雷达站，慰问他心心念念的官兵弟兄。一行人却在赶往部队的过程中，因为直升机不幸失事，造成参谋总长沈一鸣一级上将、参谋本部总士官长韩正红、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中将、情次室助理次长洪红军中将、飞行分队长叶建仪上校、总长侍从官黄盛航中校、飞行官刘振富少校以及机工长许洪斌一等士官长等八位优秀的国军将士殉职。发生这起意外，令人无法置信，更不愿意接受。一句句的叮咛，一声声的加冕，一次次的关怀，历历在目，仿佛他们从未离去。如此遗憾的变故，让国家折损了倚重信赖的精英，让官兵失去了血浓于水的袍泽，让亲人离散了深情牵挂的挚爱。沉痛哀戚，锥心泣血，难以言喻，祈愿缕缕香烟直达苍天，传递我们无尽的哀悼与思念。参谋总长沈一鸣一级上将。民国68年11月，沈总长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空军官校，在国军现役三种战机的换装初期，均参与作业及试飞，创下空前纪录。70年代曾奉令担任大漠计划教官，协助北叶门组建空军机队。108年7月1日，三军统帅蔡总统特别拔擢升任参谋总长。现身军旅40多年，就如同他的飞行夹克绣着迎接挑战四个字，不断超越自我，终其一生捍卫着台海领空与国家安全。总士官长韩正红一等士官长。韩总士官长在民国74年以第一名成绩自陆军第一士校常试班毕业，106年7月16日奉调首任参谋本部总士官长，任内成功争取各级士官督导长主管职务加级和正待核定的士官长专业加级，擘画订定国军士官信条，促成第一届三军士官新生联合开训典礼，由三军统帅蔡总统亲临主持，授予士官长职务勋章，提升士官干部的尊严与士气。现身军旅34年，足为勇士精神永远的典范。副局长于清文中将。于中将15岁时投考中正预校，民国74年自政战学校政治系毕业，106年9月1日奉调国防部政战局副局长，是国军首位空军出身的政战副局长。他经常忙碌到午夜，坚持批完公文才休息，代理局长期间甚至周末假期都用来处理公务，充分体现冒险、吃苦、负责、忍气的政战精神。他有颗温柔善良、乐于助人的心，定期关怀弱势团体。现身军旅34年，尽展军人无私无我的大爱。助理次长洪红军中将。洪中将国中毕业后就读中正预校，在官校求学时被派任实习旅长的最高荣誉，
毕业后勤勉苦学，获选派去美国突击兵学校，在四分之一合格率的训练中，成为从突击兵结训的中华民国军官。即使军务繁忙，仍心系家人与高龄母亲，而街坊邻居口中的将军妈，就是母亲最大的荣耀与骄傲。她对社会公益的关怀也未曾间断，献身军旅32年，尽忠职守，事亲至孝，就是红中将此生最好的注解。飞行分队长叶剑仪上校。叶上校热爱飞行，更热爱国家，曾参与莫拉克风灾、中兴航空失联坠毁、卡罗楼山难、梅基台风以及南方澳断桥等重大救灾任务。他曾在接受表扬时说，保国为民是军人的天职，他秉持闻声救苦、慈航普渡的精神，站在救援第一线，以身为海鸥家族的一员为荣。献身军旅17年，军人的壮志豪情尽展无疑。侍从官黄胜航中校。黄中校献身军旅10年，任事积极主动，曾负责空军预算编审，以卓越的绩效获颁军种奖状殊荣，在亲友眼中一直是位善良孝顺又顾家的好青年，侄女们也都深爱这位军人叔叔，是家人永远的骄傲。担任总长侍从官的黄中校，在直升机失事时双手紧紧环抱护卫总长安全，尽忠职守到最后一刻，他不惧死生的军人气概令人敬重。飞行官刘振禄少校。刘少校高中毕业后怀抱爱国热忱投考空军官校，亲友和同袍对他的印象是谦虚有礼、孝顺懂事的好青年。他在救护队服务期间，秉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大爱精神执行救援工作，和新婚妻子间谍情深，曾对深爱的妻子表示，不管再怎么辛苦，我知道背后还有你，因此我永远都不能放弃自己。是一位对团队、对家庭都恪尽职责的优秀军人。机工长许宏斌一等士官长。许士官长献身军旅19年，曾参与华航空难、莫拉克风灾、苏花公路崩塌等重大救援任务，是实至名归的慈航天使。在家人眼中，许士官长更是孝顺的儿子、体贴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当我们看见他的两个孩子在追思看板上写下爸爸下次一起玩手机和爸爸我爱您的童言童语时，特别令人难过不舍。但他对家人、对袍泽、对国家的热爱将永留每位亲友心中。蔡总统在追思会场拥抱安慰总长夫人时说，他不是不要你，他是为了国家，这句话正是所有军人的写照。从穿上军服那一刻起，每位军人已经将自己交给了国家，必须用生命守护国家的安全和国人的安危。朝夕相处，患难与共，难舍的袍泽情谊让部长与全体官兵流下英雄泪。这份与国同生死、与家共患难的大爱，更让国人对八位将士的牺牲奉献同感哀悼。一位妈妈带着小孩向总长鞠躬说，知道为什么要向他们敬礼吗？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站在这里。总长与殉职将士未完成的任务，
到冬奥岭的最后一里路，蔡总统帮您们完成了。这次的事故不会击倒我们，我们不怕挑战，这就是我们空军的志节，就是国军的志气。不仅亲自转达总长与将士们的温馨关怀，也捎回官兵最深的哀悼与不舍。思念很深，很长，很痛。谢谢您们带来的美好，生命中最舍不得的那一夜，总是藏得最深。挽歌唱起，我们真的好想你们。我们知道将士们只是先行，英雄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存在。你们永远是国家与家人的骄傲。彼时此刻，我们会强忍伤痛，勇敢坚持下去，继续守护美丽的家园。这是我们怀念与告慰您们最好的方式。困境、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怀忧丧志，把那些困境和挫折当作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通过了这些考验，你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稳健的人。